大家好，我叫英子姐姐，今日咧我想蒸收拾鸡，嗱我已经准备咗个材料啦，落嚟腌呢个鸡先啦，嗱我准备咗盐啦、老酒啦，同埋呢个猪上嗰啲酒啊，而家我谂住apply。落啲鹽先，炸曬佢，入邊同出邊。加完咧，加完我落啲酒啦，入边都要淋啲酒，入边出边都要啲渣。然之后咧。落啲酒，俾佢熄啫。哎哟，全部都糊咗曬啦！呢个咧我已经炸完老酒啦，个色都几靓，但系咧我想煎佢脚，咁我方便啲，即刻落嚟煎，同埋落嚟蒸。咁样咧，我除干佢先，除干个皮。除完干啦，佢干咗，跟住我落嚟煎，煎咗落嚟嚟蒸，同埋其他材料。而家我咧除干佢先吓。嗱，呢个鸡咧已经除干咗噶个皮，啊前边同后边都干晒啦。咁而家我准备要煎佢，煎咁黄色。跟住準備其他啲材料啦。嗱，呢個我已經準備咗油啦，呢個熱油落咗少少油夠啦，唔使太多，落嚟煎雞啫。煎個皮咧，濃濃地咁就 OK 啦。個雞。因为就先炸咗老酒啦，
ยอะขึ้นเลยอยู่เช่นไม้ไก่ขึ้นมีเศษไก่เยอะแค่พอพอตักโอเคแกลิกโกไตเปเล่โอเคลาสโตเติมชิ้นช่างโซโซ还都准备做那个材料，有的葱啦，有的姜啦，那个蒜头啦，那个是八角啦，同埋肉桂。那个要落嚟切，落嚟蒸嗰啲鸡。快啲碗，因為你陣間落啲菜同埋落啲豉油啦、蠔椒啦，落嚟蒸雞嘅，唔使咁多。啊，呢個有葱、有姜，落啲鹽。落少少糖，八角、肉桂、啲豉油，呢個豉油，落少少蘆薈。用呢個酒，呢個好似兩杯，跟住落啲水，呢個水剩啦咧，我哋用啲雞啊浸啲雞喺度。跟住落少少雞粉，調調味啫。跟住落啲下醋。葱同埋姜要摆鸡入边，落酒先。啊，呢个系鸡头先剪嘅。几靓，头先撒咗，跟住撒咗呢个叫姜同埋葱入去，因为我个碗咧冇咁大，所以咧个头咧。我切佢，嗱，跟住个鸡放入去，我
我要蒸佢咧，30分鐘燉佢啊。嗱，個雞腳我都擺埋一隻，燉一隻。我要全部啲菜攞嚟燉佢，攞嚟蒸佢。啊，嚟到我準備啲水啦，熱水滾咗啦。跟住我攞嚟燉個雞，我燉到30分鐘，跟住翻轉佢。再30分鐘，咁就 OK 啦。而家撳蓋，我哋等下30分鐘先。咁啊，而家我要準備嗰啲蒜頭，我嚟啦，陣間落嚟蒸個汁汁。嗱，你個蒜頭我頭先準備咗啦，我而家落嚟焯佢，切碎佢。我唔係用刀啊，我用呢個機。个太太买俾我嘅，好方便嘅，试下。好掂啦，嗱，呢个蒜头咧，阵间落嚟煎佢，煎咁黄色，跟住摆啲汁，嗰啲汁系芥汁嘅。個雞汁係而家燉緊嗰啲雞啦，陣間落少少嗰啲水，擺埋一齊，陣間睇下。嗱，個蒸咗30分鐘啦，而家開翻轉個雞，你開個腳先。用筷子幫手，啊，咁樣翻轉，跟住咧再蒸30分鐘，因為個雞大啊，所以咧耐啲。如果細咧，唔使咁耐噶啦。而家我要煎佢，煎到30分鐘。嗱，而家都系30分鐘。而家睇下熟未咧？我用呢个剪咧，笃佢大髀。如果入咗咧，就系熟咗啦。冇血出嚟咧，熟咗啦。嗱，入去啦，笃到啦。真系熟咗啦，30分鐘。头先又系30分鐘，真系多得全部都系1個鐘。OK， 而家我落出嚟个鸡，我要嗰啲汁啫。嗱，个鸡我而家要摆碟，冻冻佢。如果冻咗咧，跟住落嚟搣丝。煙啊，燉凍先。我而家落咗嗰啲油，唔要個油，燉咗佢。我就係要嗰啲汁，我要嚟個汁，跟住落啲陳醋，落啲
椒，有啲姜，还有青汁汁。我落少少得啦，其他唔要啦，嗰啲汁。我落咁多，呢个唔要，要呢个啦。加落嚟加啲汤，一、二、两羹，我嚟搓下搓。不过我呢个残搓同下搓系咪一样咧？试下味够唔够味？已经够味啦，咁啊唔使俾其他嘢啦。跟住而家我要抽嗰啲蒜头先，我哋切切蒜头。嗱，系到我已经准备做热油啦，我落嚟抽嗰啲蒜头。烧到咁黄色，慢慢要唔使用咁多油啦。阵间呢个都唔要啲油啊，落少啲油。呢个有少少咁黄色，我落啲豆油先，我又唔要啦，而家冇油啦喺镬度，跟住咧倒头先嗰啲汁啦。呢啲汁咧，阵间落嚟掂嗰啲鸡，冻咗嗰啲鸡，我阵间落嚟搣丝。个小朋友好中意食嘅，好中意掂呢个汁落嚟捞翻，佢话好好味喎。呢个味咧又酸酸地咁样嘅，酸酸甜甜，好好食，好香。臭味，好啦，我觉得 OK 的，食货发啲汁，个汁搞掂啦，等啲鸡啦。嗱，你个鸡已经冻咗啦，我而家落嚟搣。不过 ，before 搣嗰啲鸡咧，我已经有准备咗青瓜落嚟摆底噶，喺碟度。落嚟拍佢。
经理回，我超公正呀，我已经踩下左手了，你差一百杯心。搞掂啦！如果大家中意今日呢段片嘅话，记得按赞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同埋开启小铃铛啊 ！OK，thank you。